柬埔寨，东南亚的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国家。建筑艺术是柬埔寨古代文明的象征。柬埔寨人民是爱好和平、珍视独立的人民。柬埔寨王国自1953年获得独立以来，在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怕帝国主义的压力，坚持为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而斗争着。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正在克服各种困难，以奋发图强的精神从事着建设。柬埔寨王国一贯奉行和平中立政策，中柬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一贯友好相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应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邀请，将于5月1日到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柬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喜事。柬埔寨人民沉浸在友谊的欢乐中，人们准备给予刘主席以最盛大、最热烈的接待。柬埔寨首都金边，这个风景如画的城市，今天显得更加年轻美丽。从机场通往王宫的长达12公里的公路，
成了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大道。堂皇的王宫也在等待来自中国的客人。一日，在金边机场，人们满怀着欢欣的心情，等待刘少奇主席的来临。柬埔寨王国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以及柬埔寨高级军政官员、各国驻柬埔寨外交使节都来到机场。两个多月以前，柬埔寨国家元首刚刚同我国人民在一起，欢度过一段充满友谊的时光。今天，我国国家元首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又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亲戚般的友谊。陪同前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和夫人张倩，以及其他随行人员。
盛大隆重的仪式，表达了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厚感情。两国领导人的互相访问，使我们两国人民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不断增添新的光辉。西哈努克亲王和刘少奇主席发表了书面讲话，刘主席会见了在场的所有柬埔寨高级人士，王位最高委员会主席西舒瓦摩尼勒亲王，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宾努亲王，国民议会议长肖桑科萨，首相康托尔亲王，王国议会议长蒙达纳亲王，国防大臣朗诺将军等，以及其他国家驻柬埔寨的外交使节。今天首都金边人民几乎倾城出动，街道上洋溢着一片热烈欢腾的气氛。刘主席受到20万人的夹道欢迎，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特地从其他省份赶来欢迎的。柬埔寨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亲自送刘主席和夫人到王宫，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下午5点，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王宫的王位厅拜会柬埔寨王国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陪同拜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黄震等。柬埔寨方面在座的有王位最高委员会主席莫尼勒亲王、拉兹梅索巴纳王姑、
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宾努亲王、首相康托尔亲王等。刘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等在金边参观人民社会同盟成就展览会。在展览会上，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向客人们介绍柬埔寨在独立以来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柬埔寨的过去、今天和前景，看到柬埔寨发展民族经济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努力。客人们对柬埔寨的这些成就给予高度赞赏。